可以问一下咸粉丝聚会大概啥时办吗？我嘛不知呢。我现在头痛的是超级白，我的键盘坏啦。阿贤键盘怎么了？我刚刚在打手枪，我刚刚在看那个色色的东西，然后我在敲敲，然后敲敲敲到一半，我那个网页一直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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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靠背，你娘妈骇客入侵哦，傻小，为什么网页一直跳？后来我看一看。我键盘坏了，害我他妈现在都没兴趣，没兴致敲了，操！所以连墙到底要怎么保固啊？都没人送过保固、哦，大家都盘都凯子是不是？键盘坏了就直接换一支，好像没人想教我，好可悲哦！坏了才需要送保固，每次我送保固，他妈的是怎样？拿去给人家他妈闻我的小味是不是？就是键盘故障了啊！你刚刚看哪部片？不能说的秘密，当然是看0315之类的东西啊，看的。烙格要复盘昨天阿杰抽到刀的时刻吗？那你怎么不复盘我抽到刀的时刻？他的刀有我贵吗啦？抽一把小破刀，搞得好像他抽到什么地堡一样，关我什么事啊？看一下游戏，用那个显示截取太卡，截不到。以前修过耳机啊，你怎么送保的？你怎么送保固的？所以他现在是要去他们的据点，是不是？他们有专门收保固的那个据点，要去到那边才能送，真假？还要跑一趟，还好像要跑到建国路去欸。我的那个 tab 键，我的不知道是，反正我最左边那一排好像会一直那个啊，它会一直自动侦测到，然后就一直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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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好一个敲敲的兴致都没了，妈的！哎、欸，啊，我的枪呢？我怎么没买到枪？还来得及吗？啊，我的 AK 嘞，没敲出来，比较痛苦，键盘坏掉比较痛苦，键盘坏掉比较痛苦。这把键盘超贵的，有点盘呐、啊，但我又很想买，所以我就分期给他买下去了。坏那么快，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因为我现在插我这个键盘又是好的啊，所以有不可能是我主机板有问题。一定是他坏了。至于这转手拿到金币吗？没有，感觉是没有金币可以拿。金币辉煌。以前的保固比较好，以前送保固他都是请那个货运来收，然后他确认不是人为用坏的时候，他就主动寄一支给你。现在的保固都怕人家他妈的都要叫你自己送，省成本，越来越小气了这些大公司。哦、oh, ，fuck！ 那两卡手套我丢 buff 了吗？还没，我那个这一卡还没有到啊，这一卡 CD 时间还没到。这个大理石，我要换清楚一点的。这个大理石有点磨到了。你的 NBA 紫金打什么可以这么高？不是打多高是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电脑跟不跟得上才是重点。全赛 VVIP 门票48000，谁会买？嘿嘿，一般人谁会去看那个啊？太无聊了吧！这个咖喱是他妈的打 BB 弹是不是？几点？多好！现在要塞车。就吃饱饭再去啊！阿贤有诈骗工商，你真的会接吗？钱够多就接啊，有钱就接啊！营业时间周一到周六11点到七点，靠腰啊，这么早、啊？那感觉是去不了、欸。五位数可以接吗？当然不行啊，少说要六位数吧。诈骗呢，弄不好是会割到我身上来的、欸，这坨屎。
然六点去好了，岁月等等有见面会，在。所以飞贼真的要护照吗？不用吧，我没有认证啊。Shut the fuck up, OK? You just like shit. Idiot. Yeah, shit is you. Fuck you. Holy shit, bot. Bot.惯嘞，他妈的，打手枪！Yeah, bro, this guy is shit. Shit. Like shit, you.Oh my god, so bad, you fucking noob. You just shut the fuck up, bitch.